叫什么？千座油菜花景区。现在到了千座景区的这个停车场了，虽然现在还早，才8:30，但是这边已经停了好多的车了。那我们这边呢，也看到有好多房车停在这边。这个位置停房车超赞，非常长。这边应该是其实是给那个旅游大巴停车的地方。这边的停车位非常非常好，正好临湖。今天天气很好啊，只是有点冷。这边的今天的风很大，然后气温只有10度左右，10度还不到，可能8度左右，所以早上还是感觉有点冷。哎呀，早上9点，已经人潮汹涌了。新化千座菜花风景区位于江苏省泰州新化市冈谷乡东侧，总面积近万亩，以垛田特色地貌享誉全球。清明时节，四面环水的垛田上长满了金黄色的油菜花，一幅油菜花开金满地的壮阔美景，正是河有万湾多碧水，田无一垛不黄花。每年的4月份到5月份是来观赏油菜花的最佳时节。千座景区的自然景观形成于750年前，在泥土缺乏的泽国，勤劳智慧的新化人在湖荡沼泽地带开挖网状深沟或小河的泥土，一方一方使其堆积如垛，成为了可以耕作的垛田。由于垛田地势较高，排水良好，土壤肥沃，尤其适宜种瓜、果、蔬菜等等。近年来，当地政府加大投入，新建了观光塔，铺设了木栈道，配备了水上木船，形成了观光旅游景区。